大家好，我是吴念，欢迎来收看吴念频道。上一回说到，在这个世界，平民百姓突然获得了蜘蛛侠的能力，而有些不法之徒利用这个能力来作案。这一次的对手实在太多了，无法快速的解决。而这一次，他是以皮特的身份告诉全部平民，我们应该要团结起来对抗他们。终于，经过一番的努力，暂时把敌人给压制了。接下来的做法就是全面隔离，任何人不准出城市。现在有件比较有趣的事情，艾迪·古罗克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反毒液，他尝试治疗被感染蜘蛛能力的人，他在共生体可以做得到。他有个疯狂的想法，他可以成为拯救所有人的圣者。闪电、探图神、毒液特工，他也从上空跳入城市，他要解决这件事情。回到皮特那边，他现在加入凯莉帮忙调查，而他们查到这件事情是和胡狼有关系的。他们根据调查来到了胡狼据点之一，来到毒液特工这边，他正在和蜘蛛国王战斗，他是胡狼的猛将之一。最终，毒液特工打败了他，他把蜘蛛国王带回去研究，要查看蜘蛛国王到底是谁。他们查出，原来这个蜘蛛国王是史蒂夫·罗杰变化成的，他是美国队长。为了解决这事件，毒液特工利用他的共生体变化成蜘蛛国王的样貌，成为卧底调查胡狼。与此同时，回到皮特和卡莉那边，他们来到了胡狼的据点，不过里面不是胡狼，而是白兔和酷乐在等待他们。卡莉被白兔给踢倒了，皮特看到自己女朋友被欺负，当然是出手了。皮特使出上期训练他的那样，没有远距离攻击，近距离阻隔击破，他压制了潜伏人。卡莉问皮特，既然有这么疯狂的绝技，为什么一开始不使用？卡莉抓住了罪犯，然后叫皮特去叫蜘蛛侠来。他知道他是蜘蛛侠的朋友。与此同时，反毒液正在治疗他周围的人。不过有些人不想回复以前就反抗了他。反毒液告诉他们，我是你们的救世主啊，不管你们喜欢或者不喜欢。回到蜘蛛侠那边，凯莉和蜘蛛侠见面了。他告诉凯莉，你刚才错过了皮特了。过后他们收到消息说震撼者打抢了银行。当他们看到震撼者的手，发现他竟然六只手臂了。我需要钱，我不想当怪胎。在对战中，他告诉蜘蛛侠，他需要钱来治好他的问题。蜘蛛侠惊讶，你说真的吗？震撼者拿开他的面具，面具底下的他变成了怪物的样貌。突然，卡莉非常的痛苦，他也慢慢的变成了蜘蛛怪物。城市的人也开始慢慢变化成怪物了，下一个阶段是蜕变了。而一个自称女王的人要统治这个地方了。全部人都变成了怪物，那么蜘蛛侠要怎么面对呢？如果你们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，就按赞、分享出去了。我订阅完，感谢你们的收看。